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哦。快快乐乐蹦蹦跳跳做游戏，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，开心的玩耍吧。拍一拍手，点一点头，我们一起开心的笑，带上你的小小梦想，我们一起快乐去旅行。巧虎来啦！本栏目由乐智小天地赞助播出。本板块由尼康 Coupix S30 同趣相机赞助播出。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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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咔嚓咔嚓。咦，巧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嘿嘿，我在拍照呢。哎，巧虎，那你有没有拍到什么好玩的东西？嘿嘿嘿嘿嘿，我不告诉你，这可是我的秘密哟。嘿嘿，之前的小朋友，你想知道巧虎的秘密吗？那接下来要认真的看我们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嗯，淘乐比巧虎，让我们先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打声招呼吧。好，嘿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虎。今天你想知道我拍到什么漂亮的景色了吗？一会儿再告诉你哦。嘿嘿，嗨，我是爱拍照的淘乐比。童乐比拍的照片可好看了，哈哈，没错，还有我无所不能的向日葵哥哥，还有我，还有我会唱会跳又爱拍照片的小蜜蜂姐姐哟。在这里呢，让我们和巧虎一起在快乐中学习，在学习中自信，在自信中成长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巧虎来啦。巧虎，用塑料瓶我们也可以画一朵朵漂亮的樱花哦，你想知道怎么画吗？巧虎星期天，嘿嘿，哇，好漂亮的樱花呀。可是我想把它们画下来，但是樱花要怎么画呢？哎，巧虎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哥哥，你看，这里有好多漂亮的樱花哦，我很喜欢它们，我要把它们画下来。可是樱花要怎么画呢？哈哈，巧虎，其实啊，画樱花不一定一定要用到彩色笔哦。哎，没错的，嘣嘣嘣嘣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饮料瓶。是呀，巧虎，用塑料瓶我们也可以画一朵朵漂亮的樱花哦。你想知道怎么画吗？嗯，巧虎很想知道，姐姐你快告诉我吧。还是等我们先做完热身操再告诉大家吧。好，春天到，春天到，樱花朵朵开，鸟儿叫，蝴蝶飞，风儿吹，花儿飘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，春天到，春天到，樱花朵朵开，鸟儿叫，蝴蝶飞，风儿吹，花儿飘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，一起看樱花。那么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操喽，预备起。春天到，春天到，花儿朵朵开，鸟儿叫，蝴蝶飞，风儿吹，花儿飘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，一起看樱花。好了，现在就让向日葵哥哥来教你们用饮料瓶来画樱花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用一张铅画纸，然后呢用笔在铅画纸上画出树干的形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拿我们刚才的饮料瓶，我们把饮料瓶竖过来，我们会发现底下有五个点，对不对？再向小朋友介绍一下，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用到的颜料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用饮料瓶来画樱花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底座蘸到我们的颜料里，
然后我们就放进铅画纸上，用力的压一下，好用力，然后把它放开。哇，这样呢一朵樱花就画完了。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在其他的树干上点上樱花。其实我们的小朋友不仅可以用大的瓶子来做我们的樱花，我们也可以用小的瓶子来试一下哦。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先把小瓶的底部呢蘸上颜料，然后呢印在我们的画纸上。嗯，好啦，我觉得这样啊就差不多了。哎，不过还记得我们刚才热身操里说的吗？风儿吹，花儿飘，所以啊我们的花瓣会随着风的吹动慢慢的飘下来。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手指。嗯，用我们的手指呢蘸上一点颜料，蘸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然后呢我们的手指就可以印出那些飘落下来的花瓣了。好啦，这样呢我们的樱花就画完了哦。不过我们的小朋友可要记住了，因为你的手指上还有颜料，所以要赶紧把它去洗干净哦。好啦，我现在去洗手喽。啊，好啦，我们的手已经洗干净了，那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作品吧。嘿，看，现在呢就是樱花朵朵开。小朋友们，居然塑料瓶子也能画画哦！我也要回家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画画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想到了有什么东西可以画画的话，可以来信告诉巧虎哦。嘿嘿，那么我们下周的巧虎星期天再见吧。巧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啊！哎，陶乐比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嗯，巧虎司机，我想去植物园看花呢。好的，那么方向植物园。嘿嘿，喂，
你好，这里是巧虎侦探社。喂，巧虎，为什么车胎不是光滑的呢？哇，巧虎正好在演司机，可是车胎为什么不是光滑的呢？陶乐比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让我想一想，好像车胎真的都有花纹呢。应该就是为了看上去更加漂亮吧。是这样吗？那还是让我们无所不知的向日葵哥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吧。巧虎侦探社出发喽！车胎是光滑的还是有花纹的呢？答案 A 有花纹，答案 B 光滑的。那就和我一起玩吧。广告之后，节目更精彩。想和我一起玩吗？那就快来乐智小天地吧！乐智小天地，每月一套商品，构成物丰富，学习领域全面，游戏就是学习，每天快乐成长。分龄分版，贴合孩子需求。Coolpix S9200 尽在掌握，另有 S30。巧虎来啦！哎呀，差点忘了小朋友的提问了啊！今天小朋友的问题就是，这个车胎为什么有花纹？那这还不简单，那我们就到后面去看一下喽。是不是太远了？那没关系，哥哥有放大镜，我们就拿放大镜来仔细的看一下吧。而且不同的车子呢，花纹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公共汽车的花纹是锯齿状的，这样轮胎不仅耐磨，还可以减少噪音，不然马路上多吵呀。而拖拉机轮胎上的花纹呢，就被设计成斜牙状的，这样轮胎就不易沾上泥土了，拖拉机们就可以更好地在田野上行驶了。其实啊，这个汽车轮胎上面的花纹和我们鞋子鞋底上的纹路是一个道理。你们看，在我的鞋底上啊，有各种各样的花纹，这样啊，我们走路才不会打滑呀。车胎是光滑的还是有花纹的呢？答案是 A 有花纹。哇，真想不到这个车胎的花纹还有这么大作用呢。在我们生活中要用心观察，还会发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哦。好了，陶乐比，坐好喽，我们的小车子要再次启动喽。小朋友们再见喽。走喽！和巧虎一起学，两个一数。哇，天空中有好多气球啊！让我们两个一数，数数看，一共有几个气球？两个，四个，六个，一共有六个。好，让我们再数一遍。两个，四个，六个。一共六个气球。巧虎百宝箱，姐姐姐姐，今天就让我来试试怎么在超市买东西吧。好的，巧虎，来，这是钱。嘿嘿，我也会买东西喽。万婆，我也想像巧虎那样自己试一试。谢谢。小朋友们，我们挑好了商品就要到收银台去买单喽。但是当人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排队，稍微等一下下哦。
是的，我们一定要记得排队哦。当轮到我们付款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礼貌地将商品交给售货员结算价格，最后用两只手礼貌地将钱递给对方。你好，一共98。谢谢。姐姐你好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8.8。好的。谢谢，走喽。姐姐你好，这里一共多少钱呢？来，姐姐看一下，一共8.8。谢谢，姐姐给。最后我们拿好找零，记得要和售货员姐姐说声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商品离开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和爸爸妈妈去试一试哦。是的，是的，姐姐，以后都让乔虎来买单吧。太阳光金亮亮，雄鸡唱三唱，花儿醒来了，鸟儿忙梳妆，小喜鹊早新房，小蜜蜂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？要靠劳动来创造。青青的叶儿，红红的花儿，像蝴蝶在玩耍。不爱劳动不学习，我们大家不学它。要学喜鹊造新房，要学蜜蜂采蜜糖。劳动的快乐说不尽，劳动的创造最光荣。糖糖老师带小琪和乔虎他们去植物园拍照，大家纷纷当起了小小摄影师。小琪为了拍到令人羡慕的照片而远离了大家，结果两个人在中途迷路了，还遇到了一个好朋友。三个人将发生什么有趣的奇遇呢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贪玩精灵啊！你是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贪玩精灵啊。贪玩精灵啊，我是贪玩精灵，我可是最最最最最爱玩的啊，所以呢我不喜欢爸爸妈妈管着我，我就跑到这儿来了。你们也是不是不喜欢爸爸妈妈，所以才躲着他们偷偷跑到这里来了？才不是呢，我们是小小摄影师，为了拍最美的照片到这里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是为了拍最美的照片才到这里来的。那你们找得到你们的老师和伙伴们吗？你们找得到回去的路吗？找不到了。嘿嘿，那就和我一起玩吧。贪玩精灵，我跟你一起玩。贪玩精灵，我也要跟你一起玩。嘿嘿，那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怎么样？我来躲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嘿嘿，那你们赶紧蒙上眼睛。好的，蒙起来。嘿，我要躲啦。一二三，躲好啦。小七，你找这边，我找那边。好，陈虎，刚刚的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出来的，我们去看看。好的。唐经理，找到你了。嘿，这样玩起来不够刺激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和乔虎躲起来，然后陶小琴你来找我们怎么样？好啊好啊。嘿嘿，这个主意好，等我数到
们的时候，我可就来找你们啦！来吧，嘿嘿。快点，快点！3、4、5，我来找你们了。不做贪玩的孩子，我怎么办呢？贪玩精灵，你还是快点回去吧。你的爸爸妈妈找不到你，也会很着急的。爸爸妈妈，我想爸爸妈妈了，我要回家了。曹小七，再见。巧虎，再见。你爸爸妈妈。小七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可是巧虎。你还认得回去的路吗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的相机里拍了好多照片，只要沿着照片上的风景，一定能找到回去的路的。这个是个真好的主意，我们快走吧。好。小虎，你快看，这就是那一株黄色的小树，对吧？嘿，你看前面就是那个石头做的门。对，那就是石门。对。巧虎啊，只要沿着这条路，应该一定能找到回去的路的。嘿嘿，走。嘿，巧虎，你看那边就是那个池塘，我们离开大家的时候啊路过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巧虎、小琪、糖糖老师，你们到哪里去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们呢。糖糖老师，还有大家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离开大家单独去拍照的。你们要记住，以后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，可不能随便离开我们哦。知道了，糖糖老师，这才对嘛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应广大巧虎小粉丝和大粉丝的要求，我们举办的我的宝物儿童摄影大赛延长到6月30号啦。那么，先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小摄影师的优秀作品吧。即日起至6月30日，只要小朋友们把自己的宝物用相机拍摄下来，发送邮件到巧虎来啦 @163.com，并写上一句喜欢他的理由，就可以参赛啦！小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哦！今天的巧虎星期天中，我们用什么工具画樱花 ？A. 车胎 ，B. 饮料瓶。本次有奖问答的奖品是尼康 Coolpix S30 童趣数码相机一台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童话世界里，奇妙的一切等待我们去开启。在这里，在哪里，在心里，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多美丽。开心的
一切，每天和我们一起牵着手大步走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有困难不低头，我们都是小英雄。来吧来吧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秀出最棒的你。